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上雅实况。那我们现在又再度回来了。那我接下去之前往死的地方，我真的是上一批我说错了 一件很重大的事情。我后来再回去看了一下他的那个游戏的介绍，才发现作者有特别强调说此游戏会有正理一下，也就是我上礼拜不是上礼拜我在讲什么太紧张了，之前上一批居然说它不会有振理一下的功能，果然是我错了，它确实有振理一下的设定，而且经过我们上一批的死法，我们也可以确定它除了振理一下还有瞬死功能。问号，门可以打开的。大姐的房间好像跟我们上一批死惨死的地方二姐的房间还规格都还蛮像的。上锁的日记本，莉莉江床底哦，这边不能调查。漂亮的花，那这个房间貌似没有什么的样子。漂亮的花，没有。那上面这间呢？好，可以开了。餐厅。这个橱柜被锁上了，打不开。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看上去是一个很漂亮的花瓶。仔细看看，花丛中有个发光的东西，要把这东西拿起来吗？要。获得一把橱柜的钥匙，橱柜钥匙是刚被锁上的那个地方。钢琴，要弹吗？弹。好好听哦，真心觉得很可爱。那再调查一下呢？问我再要不要弹一次？不弹，等一下再说吧。橱柜，用钥匙打开了橱柜，获得了一把主卧室的钥匙。打开了反锁的门。什么？什么东西呀、啊？等一下，真是死得很莫名其妙哎！刚那女的是谁啊？啊，又要重新来一次。哎呦，这款游戏看来不能够轻忽存档的重要性啊！那就看上去是个很漂亮的花瓶。不晓得弹这个钢琴会不会触发什么东西，姑且就弹弹看吧。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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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我刚才是一出去就死吗？算了，我还是不要尝试看看好了。什么变了？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刚刚那是什么？有一种很压抑的感觉。什么？又变亮了，这是怎么了？所以我们刚才如果像我那样子
直接从那个反锁的门一出来就准备迎接他了。我现在要进去会怎么样吗？反正都存档了，看一下，好像没有什么东西的样子。打开了反锁的门，哦，那这样子就没有事了。用钥匙打开主卧室的门。好，冲啊！主卧室。刚他说很压抑的感觉，哦，获得一把楼梯间的钥匙。然后刚才我们瞬死的那个 CG 图，那好像是一个金发的女生吧，少女，会不会是她的大姐或二姐之类的？这是一片散落在地上羽毛，什么意思？仔细看看，这片羽毛上面有个凹槽，好像可以放进一片更小的羽毛。把小羽毛放进去，放进凹槽，啊！整个房间都变亮了。哦，原来如此。所以这游戏如果看到那个小羽毛，就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小羽毛，也就是这个，就放上去，然后就有点像是灯塔，然后照亮后也可以直接当做一个永久的存档点。主卧室，为什么是两张双人床啊？所以主卧室是睡了四个人的意思吗？是这样吗？可是怎么想都怪怪的啊。这里好像也没有什么东西。那我好在意刚刚那个人哦，他会不会等下突然冲出来毙了我们？哦，我记得刚才去厨房的时候好像，对，他那边也有一个羽毛。那这边也放上去，整个房间都变亮了。存档，这样会不会？可是老实讲，身为一个玩家，像这种到处都有存档点的时候，我就隐隐有一种不妙的感觉。为什么一个家要有好几个存档点呢？总觉得会不会有突然的追逐战或是什么异空间？纯粹是一种猜想直觉。这里呢，门锁着打不开。我突然发现这边的 BGM 没了，哎，是原本就没了吗？进去，楼梯。哦，什么？哦，有个女生，消失了。什么东西？摆得整整齐齐的碗。一些易碎的玻璃制品。等一下，为什么这个画面变成这样子？恢复了。一些杂物。获得一把庭院的钥匙，获得一封邀请函，带着华丽花纹的信件。Lily。敬爱夫人及小姐，王室发出特别邀请，请各位夫人及小姐参加王室舞会。王室将在舞会中选取最美丽的一位小姐作为哈利王子的王妃，请各位小姐做出您最漂亮的一面。哦，果然是那个嘛，灰姑娘的故事情节。可是那刚掉落这封信的那个女生有一点像女仆，可是会不会那个才是灰姑娘？我还以为我们这个角色才是灰姑娘，所以其实不是吗？那反正这边有一个小羽毛，奇怪，到这边也没有 BGM 了，怎么会这样？好，反正就先放灯塔，整个房间都变亮了。可是为什么同一个地方？好吧，暂且不管。那我们刚刚还拿到一把钥匙，是庭院的钥匙，不知道是用在什么地方。庭院的话，
下面吗？哦，这里出来了。哦，这栋大宅是整个是木头的，普通的草，看起来长势异常凶猛。一口井，要往里用吗？会不会死掉啊？好吧，那反正有小羽毛，我先存一下档好了。然后再往里面望。这是温馨游戏，这是温馨游戏。黑漆漆，什么也看不见。啊，木桶。不会吧，这边什么都没有吗？还真的什么都没有。要二次调查才有。草丛下面好像有什么什么什么，一个洞，可以爬进去的样子。看一下，黑黑的什么都看不见，该怎么做呢？果然还是只能选这个吧，而且还没有第二个选项。好了，爬进去，反正不是我爬。加油啊，莉莉江。好痛，这是哪儿？抓到你了！又死掉了。所以，这游戏也是一个你一个地方选错就会死掉的地方。一个洞，什么也不做，才不会上当呢。可是我，那我现在还能做什么啊？存一下好了。二姐的房间我刚刚还没有死，第一批死掉后就还没有再进来了。那被锁上了，打不开，怎么办啊？床底下，床底下会直接GG。那我们该怎么办？有什么武器吗？没有。所以我们要调查吗？存一下档了。存档。床底我来了。好像床垫上有一道裂缝，要干什么吗？什么都不做，很普通的床。把手伸进裂缝，伸了，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获得一把衣柜钥匙，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会死掉，而且连我为什么会死都不晓得。也没有床爆炸，也没有刚追我们那个人。那么我们现在怎么办？到处查探吗？还是说刚才钢琴可以让我多弹几次，我就再多弹几次？噔噔。弹完了，什么事也没发生。不弹，怎么办？好像没有什么用的东西。他不是过去吗？他不是已经走进去了吗？